记录，我们这边的 URL 记录的话，可以去看说之前你是不是有因为什么原因造成你们的设定有去挡到你那部电脑它正常连到那个网址。那如果有做一个阻挡的动作，我们这边可以去做个查询的方式。那我们这里如果你可以选择全部或是单一哪一个时间点或是谁哪个来 IP，那这边下面我们如果有这样的记录，我们会 list 的在下面，比如说日期来 IP，它目标是哪谁，我们阻挡类型是哪一种，这样子有这样的记录可以去看过去是不是有人触发这一个条件，我们 list 的在里面的。